嗱，阿 Sir， 而家美國嗰邊大選就風雲迭起啊，咁啊，你點睇呢台戲咧？我呢台戲啊，未有排做嘅，而家講啫，都講唔到戲肉，仲未到戲肉？呢個到啫，個序幕嚟啫嘛。咁係到底係你？而家係一個點睇咧？錢銀對銀權力嘅鬥爭啊！永遠都係噶啦，邊度都係噶啦，全世界都係噶呢樣嘢。權力、權勢、權威、權位，係嘛？有權有錢啦。咁但係而家阿多魯真，社會一樣啊嘛。點解會引起咁大嘅，即係俾人哋咁大嘅對抗咧？因為對方嘅集團係幾十年噶啦，唔係今日噶啦。由布殊嗰啲開始，美國你嗰個國家唔大，就算你而家啲小嘅國家爭埋都犀利噶，佢哋唔使打仗噶嘛，爭權。嗯。啱嘛？你而家你啲國家仔仲要流血運動添，正常啦、啊。啱啱啊？因為呢個世界正常嘅現象係一個鬥爭世界，幾千年都係啦。嗯。嗱，而家只不過話個資訊流通，大家認識多啲，亦都可以認識人性嘅醜陋。嗰啲啊，因為亦都有一個現象咧，就話個世界用個神嘅嚟統治個世界咧，而家開始唔掂。哦，翻教會圍埋堆啊嘛。係啊，已經冇咗嗰回事啦。即係個力係一路一路弱咗，嗯，佢冇咗嗰個畏懼，當然啦，所以個宗教咧要正正式式要重新改革，呢個事實嚟嘅。因為連嗰啲高級知識分子，連嗰啲有識之士，連到喺個世界喺美國社會嗰主流嘅傳媒，都走去邪惡嗰邊，咁呢個世界係可悲的。係啊。但是大家都覺得最正面嘅喎，你又要接受啲多爭嘅人物，係嘛？即係話衰之中咧，你想揀個夢衰嘅名單，佢都叫做有啲良心為嗰個社會做啲事。當然佢有個多爭嘅背後有啲條件啦，有兩個錢，係嘛？但我又缺乏咗個。在那些左派那些民主友呢，其實他們是最不忠誠的人，最不忠誠民主那批才是最不忠誠，最不忠誠的，最不忠誠，他那把口講的嘛，一直都是的啦，真的打到埋身的時間有利益呢，他就爭得比任何人都重，命都沒有了，如果有利益有錢的女人呢，他們未見過嘛，你睇何志平啊，得啦，知啦，佢未見過咁多錢，又未見過咁多女人，咁啊，咁啊，求其掟個兩埋去，咁佢咪收起佢咯。嗯。見到錢咪飛身撲出咯，連揾代理商都唔制咯。而家你睇嗰個世界係亂曬龍，即係人已經冇咗個警覺。我哋保持到，因為我哋受嘅訓練啦，自細。即係大家都知啦，我年輕六十年代已經同官府啲大官打交道合作，嗯，啊揾食，咁我哋起碼學識咧保護個主子啊，唔係保護自己喎，我哋當年嘅觀念，保護個老闆。點解要保護？點解唔係保護自己先嘅咩？你保護到老闆。那個老闆就會保護我了嘛，你明白嗎？等於你做生意，你保護到個人客，不要蝕本，個人客咪找數俾你咯。但係而家好危險喎，你保個老細，老細會起居保税嘅喎。而家個世界，咁呢個講你嘅福氣，即係講你嘅運氣，所以你唔係咁容易同人哋去埋堆合作。你見我而家都冇同啲人熟噶，嗯，我不嬲，我一生人都獨行俠噶。因為點解獨行俠咧？因為我唔會累到人啊嘛。
咁我唔累到人，咪即係保護咗你咯。你明唔明啊？譬如我做緊東嘅，我同你講我做西嘅，你講西嘅，你害我唔到喎。其實我保護埋你，因為咧你都涉及串謀啊嘛。所以咧，我哋老婆啲嘢，我哋都唔講得咧，喺度做啲比較機密啲嘅工作。佢話想救你，佢會俾人有咩事出事咧？佢俾份口供咧，想同你遮掩啲嘢，俾佢知嘅，咁就撲街噶啦。大件事啊！最好就乜都唔知，佢想講都冇得講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啱。所以你話咪點解啲嘢連老婆都唔講得咧？就基於呢個理由啊！你冇受過訓練啊嘛，佢以為咁樣講咧幫咗你，點不知？誰不知咧就大禍，係嘛？咁大家咧睇佢美國大選就一路揭發出嚟，我哋睇啲傳媒報道，嗯，咁啊有死人翻身去投票啦，又有突然間一波多十倍啦！1923年死咗嘅人出嚟投票啦。哦，祖先顯靈，拜拜。好啦，又點樣雙重票再投又有啦？報應人哋個名去投票又有啦。但最神奇咧，呢啲中票咧係中文字喎。喂，係啊，有中文字喎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有時譬如你有啲城市得100万嘅人口。投票人咧有120万，佢20万喺边度嚟噶？咁即系话咧，就算佢哋做衰嘢，都甩落啫，都系大镬，系咯。呢个就真系最重要啦。你做衰嘢，你做到咁大镬，都唔肉酸。咁而家搞落去咧，我哋。現在咁早啦，佢都未到氣肉啦，一路演變落去，睇啲佢哋咧，一定係經過啲訴訟程序啊。嗯。因為根據美國嘅遊戲規則啦，嗯，即係大家都知道，我美國有好大嘅地盤喺度，啊，而家運作緊咁啦。仲喺度兜兜。我仲喺度運作緊啊嘛，咁啊亦都有好多學生喺美國。有啲又同我做義工，我啲義工又好熱心。嗯。咁但我好早以前已經係美國 camping 嘅時間，佢哋政府邀請我去訪問，好耐咯。你講過啦。90年代。90年代。政府邀請我去訪問，做一個組織嘅創會成員咁啊嗰時。但因美國佢哋能夠去到嗰個世界嘅第一把手，呢個無可否認嘅。嗯。佢哋嗰個管理、分析、銷售嘅能力，但係而家好似出問題喎。好厲害！呢個喺經濟上。嗯。打喺政治上，佢個三權分立咧，佢哋設計個遊戲咧。美國不是一個國家嚟嘅喎，聯邦嘛。係啊，佢咪正式一個實體嘅國家嚟。佢係50几个嘅小型國家設計咗個制度咧，變咗一個聯邦嘅國家，正式一個聯邦國家。所以佢啲州政府咧，佢嘅權力咧喺某個範疇咧，佢係比總統大嘅，好權力。所以當年的設計咧就係好技巧，所以點解佢而家啲選舉咧，唔係話你邊個市民投票多就贏噶嘛？佢又有個叫選舉人票啊嘛，嗯，係嘛嘛，係啊，一層一層加落去咯。所以而家佢哋經過個程序咧，就話如果佢而家停咗喺度，再搞出嚟咧，就。或者要重新點票啦，有啲州份有問題啦，咁啊嘈多兩嘈咧，佢始終要嘈到去聯邦法院啦。由法院嗰邊。法院庭，我覺得但佢有個時限。哦，咁但搞幾耐啊？佢有個時限㗎，佢拖到咗話唔知1月20号咧，你個仲未搞掂嘅話咧，
佢就要由個參議院嘅議長咧代總統噶啦。咁如果由參議院嗰邊代總統，代總統嗰、個參議院，咁邊邊著數啊？眾議院代總統，參議院咧就自己選一個人出嚟做副總統。嗯。但我睇阿曾哥咧就有好多殺手鐧嘅，因為而家係做緊總統，阿當真做緊總統。佢行使很多權力去對呢啲咁嘅選舉舞弊嘅行動咧制肘，因為佢哋有很多完全不正常嘅行動啊嘛！嗰啲投票喺幾個州度係有證據、有視頻出咗街嘅，有證據、有視頻出咗街。所以咧就咁，亦都有啲會涉及嗰啲而家個電腦操作，嗯，電腦操作有啲咧會利用嗰個電腦運作咧出術都有，即係乜嘢都有，死人翻生又有，重合又有，總之跟所不用其極，或者你投當當真嘅票一打入去咧，佢就變咗係投拜登嘅都有，你明我意思啊？明，佢將你變啊嘛。所以我係都幾兩重嘅，都好繁複。就係小心一樣嘢咧，佢哋而家佢哋將呢個社會咧會分裂咗啦，呢次分裂咗美國，美國分裂政治自己內部分裂。哦，咁啊有啲人上街示威啦，係啊，係嘛？有啲誒對方嘅陣營大家互相對抗啦，係啊，呢、這個唔係好現象嚟，都有呢亂象，唔係好現象嚟，唔係好現象嚟，亦都係世界嘅危機啊！但呢次咧係可以學到嘢嘅，好啦，而家去到呢個咁嘅局面咧，大家可以好冷靜，你一食花生，睇下究竟美國二百幾年來呢個民主制度。怎樣去化解這些危機呢？要有技巧了。化解完之後，怎樣再團結到人再上路呢？這個真的要學的。嗯。我們最感受最大的就是911。它這麼大衝擊之後，報紙一出來講話，靜曬的整個社會。是啊。跟著去教堂。那統籌了全國團結的。看到他們美國人的質素，又看到他們在911那個事件呢，那人逃離現場的時候的秩序，你知道嗎？嗯，這樣是 最難的。是啊，看到就是看到他一個社會的優質在那裡，還有你也都看到他全美國那麼多槍賣在街，家家戶戶都有槍的，當然也都有很多人槍手會用開槍殺人啦，但你都要好有節制喎，如果你咁多槍械，喺第啲社會咧頂唔到喎。哦，你如果試下喺內地嘅嗰啲咁嘅，就算香港都唔，香港都唔掂啦。如果你香港你搞呢啲咁嘅街頭運動嘅，如果個有槍嘅已經好大鑊啦，你諗到啊？你明啊？嗯。即係佢哋呢個咧，就係有嗰個基督文化嘅宗教嘅節制能力，個教育啊都幾重要。但現在開始有少少崩啦，又開始崩，唔係好事嚟嘅。但亦都可以睇到佢哋如果留心佢呢次點樣去修補啊，點樣埋尾啊，呢個咧就真係要學。如果出現到好現象嘅話，當然我哋都希望出現到好現象啦。但對個世界咧就唔係好嘅，因為疫情又未退。經濟又衰退緊啦，對香港更加唔好啦。當然，係嘛？美國亂，香港點會好？係嘛？好啦，咁你話喂，如果美國亂，對共產黨好唔好咧？更加唔好。誒，點解？佢哋完全搞錯，因為佢哋嘅政治生態咧，已經係去到兩個大嘅政黨拍咗晚同意咧，係將你中國共產黨歸類所謂邪惡集團啊嘛。誰總統上場都要執行這個
國會的定了的法案，已經跟你定性了，一定不會好過。當然你中國共產黨在這十年八年呢，在他們國家呢收買了很多人跟自己講嘢，又會啲大外孫啊，又乜又問啊，又小粉紅啊，又五毛啊，但啲冇用。啲冇用咧，嘈端八閉。冇用嘅冇。佢哋美國政策一定落嚟咧，會好難啊！全部清理啲人啲長袖，佢行使咗權力，我清曬你啲中國人走。咁有人會殃及勞工噶，所以咪好嚴重。大家有心理準備。佢整招排華咧，你大鑊噶，係好結好結。咁啊，睇下大家食花生啦，啊，睇戲啦。有啲嘢咧，我哋就唔方便講。有啲嘢暫時知道都唔講得。因為未到時，可以影響。到時候有啲嘢都唔講得。有啲嘢你唔應該知道嘅，係冇益嘅。正話你咪問我話嗰、那個係啊，螞蟻啊，而家隻螞蟻俾人捉咗喎，點算啊？大家話唔見錢喎、啊，好事啊！好事，好事。佢哋唔係唔見錢，係冇輸啫。嗯，冇得賺。你冇輸啫、嗯，好似有好多公司係連銀奉回啊嘛。嗯。由嗰中資嘅投嗰啲投行帶頭啊，有人有中央壓力啦。但係點解中央會得去？連你借孖錢嘅利息都唔收啊嘛！啊，點解有間投行？點解中央會突然間捉螞蟻咧？我聽翻嚟，佢哋收到情報，當然佢能夠搞到上去嗰個階層咧，已經係通曬關噶啦嘛。係咯，你唔通曬關咧，你唔燒曬溪錢咧，上唔到市噶嘛。有船就話佢哋有心對付馬雲喎、哦。都唔係淨係對付嗰個恩嘅，佢係咩？佢係拍車仔嚟啫。對付馬雲背後個老闆。哦，仲有個隱藏老闆。你好簡單，你諗下喺中國點會俾你一個人可以做咁大生意啊？一早撳死咗你啦，係嘛？又係係有人拱佢出嚟做拍車仔噶嘛？他的樣子也是像發車仔，如果我開業總會請發車仔都不會請他，對嗎？太癌慘了，我覺得對不對？對，一路我都覺得很有問題。你問完成龍那裡有兩個都是發車仔，有什麼知識呢？他們是叫做屎忽撞棍，那兩個屎不大把，有什麼知識你說成龍跟他馬雲？咁啊，成龍你都拍戲嘅難罷就啊，你唔使咩知識啊。咁但係馬雲又唔同喎、啊，而家中國首富喎、啊，號稱共產黨叫你做咩富都得啦，而家共產黨咪叫你隨富咯，係嘛？你威過劉少奇？嗯，係嘛？死無葬身之地啊！特別最近呢幾十年，邊個話嗌首富好死噶？係啊，不嬲中國，唔係中國最唔好做嘅就係首富嘛。由古到今都係邊個首富，邊個死邊個。沈萬山啊！沈萬山啊，胡雪岩啊，邊個有好下場咧、啊？石崇嗰啲都係。唔係咯，個都死噶。嗯。你樹大招風啊嘛，多人睇住你。因為你中國的形容詞很怪的嘛，你哦富可敵國，即是國家的敵人啦、啊，係嘛？同埋啲人咧，人性咧，你冇受過訓練的話咧，你係得意啊忘形，得勢啊凌人噶啦，呢個人性嚟嘅。你睇佢馬雲出嚟講嘢幾嚣張，我叫馬冤民啊嘛，冤民添啊已經，唔係之前失魂，而家變咗冤民啦。馬冤民。因為他都害到很多人不見錢的、嗯、但我的股仔去投那些又沒事，但你想想那些你整間公司搞上去那些個個投資很多錢的嘛，是啊，就給你個氣盤一整我們就散曬還有手尾，你走去開個峰會
整個論壇叫峰會，經濟峰會。在共產黨勢力搞個峰會，即係同我打對台。國家先至有資格去開峰會啊嘛！你憑你係乜嘢啊？咁你仲要教中央政府做嘢？指手畫腳啊！啊！你螞蟻嚟啫喎！你美國都照你廢啦，你嗰幾個大嘅傳媒都俾佢歌上照廢啦。嗯。點解你啲宣傳嘅手法咁樣嘛？何況你喺共產黨世界，佢哋都忘記咗，成日唔記得咗去廁所照下個樣嘛？真係要有兩個錢，嗰兩個錢唔係你自己噶。我哋古代 Buddha 講嘅錢係五家共有啊嘛，邊五家？盜賊啦，皇權啦，天災啦，人禍啦，不孝子孫啦，係咪啊？同你敗咗噶嘛，可以啱唔啱？嗯，唔係你嘅，同埋你臨死，你就死咗都唔係你嘅，都帶唔走啊！對你都更加唔係你。你是過客嚟啫嘛，你暫時保管，所以人有錢唔同你做奴才，有錢更加唔將啲錢用喺保持自己個健康度咧做奴才，即係你譬如話你身體，你係知道有啲乜嘢好嘢，有時我都笑啲人噶，你我哋上次嗰儀器咁靚，啊你都唔捨得用，你一年用嘅。搞嚟搞去都係搞嗰幾萬蚊啫，保養自己，保養架車都唔知啦，你都唔捨得，咁你係咪好老實啊？係咪好老實啊？係好大鑊噶，你睇呢啲人係冇智慧噶嘛？你唔好再講話嘅，要你學我哋啦，即係將啲錢用翻社會啦。即係幾十年，我哋揾咁多錢，你都見我世界好多工作噶嘛。係啊，而家又做緊仲大單嘅工作。嗯，我做一路做一路做。係賣曬。嗰啲錢你唔做咧，你係點樣講咧？因為個錢咧係承載你嗰 upgrade 你自己嘅，提升你嘅精神世界嘅，用金錢去，你用得好嘅話。第一，你訓練你個捨得，訓練你嗰個量度，同埋你用嘅錢出去咧，你唔使計數，你做嘅事係好與壞咧，佢都有條數喺度噶嘛。嗯。佢個反射條件。但最而家咧遇到一個最大嘅難題係邊樣咧？你讀完書啲人佢都唔認識錢係乜嘢？唔認識錢，讀完書。係啊。你知道呢張係美金，呢張係港紙。係咯，我可以用啲錢去買樓買車咯。係啦，你係但唔係嗰張錢嘅問題嚟噶嘛？嗰張錢嗰張銀紙本身係冇意義喺度噶。嗯。邊個俾呢個意義？佢值幾多錢咧？咁你要揾錢，咁你憑乜嘢本錢去揾錢翻嚟咧？因為你嗰張錢係攞咗人架車，佢相信你張錢有存在價值先至俾架車你噶嘛。係啊。咁即係話個錢咧本身就係一種信用嘅代符號嚟嘅。你咪見我哋講之前咪話英女王欠你幾多錢嘅？嗯。你揸咗千蚊又寫一句説話喺度噶嘛？即係話。英國是欠你的錢，你揸住張千蚊咧，就要換翻一千蚊嘅等值嘅嘢俾你。係銀紙就係基本就係涉及個信用喺度。咁你唯有你用信用咧，你先去揾到信用噶嘛。係啊。咁但係而家個世界咧，就係、是、忘記咗嗰個信用就係錢啊嘛。我開始崩啦，又係。你一唔守時就你個人就將上帝俾你嘅資產嘅本錢破壞咗。嗯。一人先可以守時噶嘛。而家你眼見到嘅生命啊，嗯，係人先守時喎，動物唔識守時㗎。動
當然啦。咁因為首先你破壞咗信用，即係你破壞咗錢嘅存在價值，你係唔應該有錢，係嘛？你用你嘅勞力去揾錢揾得幾多啫？你揸大小時揸三間的小美啊，唔使瞓，夠勤力啦，咪夠勤力得啩？會死噶！咪當你我當你超人啦，揸足三間的士唔停，咁你揾得幾多錢？所以我哋後生咧就認識咗信用好值錢。大老闆信我，佢做大官，佢擺到命喺我手噶嘛。我同佢做代理人，咁我點解我唔要保護佢咧？咁啊，信我就係個信用問題咯。而家啲人就忘記一樣咯。就算而家你中國做生意好，香港政府嗰班人人多，佢都唔講信用，所以咪破產咯。你信用一破產，社會咪亂咯。人無信都不立啦，何況你政府啫？你一個地方嘅政府，一個國家更加要信用。我一國兩制咧係過期作廢啦，咁你咪冇信用，係嘛？冇信用就出曬名噶啦。咁你簽得份中英聯合聲明嘅，咁你跟住執行咪冇事咯？你參加 WTO， 你又冇信用咯？佢就破壞咗個金錢嘅力量啊！而家佢共產黨係窮鬼嚟噶，佢咪有錢你冇搞錯，周身債，中國共產黨，包括香港政府都係，就嚟冇錢啦！香港咧會燒曬啊嘛，你又冇信用啊嘛，係嘛？你仲要串謀去？利用香港市民對你的信用咧，去蠶食香港的錢啊嘛！搞啲大白象工程啊，搞錯出嚟冇曬效果噶嘛，係咪啱啱先？所以珠澳啊，明日大魚 啊西九文啊，西九嗰邊啊，係咯，好搞唔搞？你個政府本身就冇去執行市民對你的信託。就因為你不是民選的政府，所謂民主，美國選舉佢民主不是好的制度，搞到而家都一柱爭啦，要搞鬥爭啦。但佢都仲係有民間的力量選出嚟，佢都向人民負責啊嘛。民主唔係一個好的制度嚟噶，係好亂盡噶，好多漏洞噶，但點都要用咧。就保持到你的政府要向社會負責，人民亦都要向政府負責。咁啊，睇美國呢一個危機嚟噶，我哋都當係一個危機嚟。如果平息唔到咧，會內戰噶。因為佢而家佢，我哋睇表面嘅跡象咧，就話係有一班人咧。是串連咗喺度咧，係去喺個搞政變嘅，搞個要霸嗰個權力，奪翻個權力。因為佢嗰個參議院長之前佢講咗話，不論佢選輸選贏咧，佢都要掃當兩針落台，損害到佢哋嘅利益。證明呢班都係社會嘅垃圾嚟。有很多人都會失望，我講就係。